客室，我是小米，今天非常开心哦，有过节的气氛已经到了。今天我们是红色跟绿色配，我们皇都电器40周年，好开心哦。朱莉姐现在心情如何？很复杂呀，真的是，当然首先非常的开心，可是想到这一路走来的努力跟坚持，也是觉得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动。哎，我说实在的，因为我刚来、不容易耶。对，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还是留学生，而且那时候就已经常常到皇都电器买东西。我从一个学生变成现在的欧巴桑，已经变成一个二胎妈。为什么 Julie 姐你都保持一模一样？你怎么弄的？我觉得呢，我很喜欢我的工作，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最新的一些资讯，这些都因为在学习中，反而让你还是不停的推动，不停的在成长，我觉得相当的好呀。太棒了，因为皇都电器大卖场，大家如果有看得到，我们可以用 B 落扫下去给大家见识一下，这里是这个10000多尺的一个大仓库里面的这个卖场的各式电器啊、家具啊，又或者是我们平常很爱用的小家电都有哦。那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在我还是留学生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是在 Monterey Park， 那是你的第一家在洛杉矶的店，对不对？对对对，我们第一家其实1983年是一家非常小，只有1000尺，在 Monterey Park Garvey 上面的一家小店。哦，嗯，1000尺，所以等到我认识你的时候，其实已经变成20000尺了。两万尺，对对对。那真的是 Monterey Park 的一个地标。以前都讲小台北，那一到那里，我们要在那边约吃饭或集合，又或者是只想吹冷气买家电，就是去皇都电器，知道吗？很好玩，连要到 Las Vegas 的大巴士都是在皇都集合的，因为他们说就在皇都门口。是地标地标，连我妈妈现在开的那个老车，我们 search 那个 GPS 找 Superco 都还是到那家老店呢。哇，那真的是多少多少我们洛杉矶的这些华侨朋友们共同的一个回忆哦。所以中港台东南亚所有的这个华人，其实没有人在洛杉矶没听过皇都电器吗？感谢大家的支持，有你才有皇都。太棒了，今天呢来到了我们40周年哦，听说你为了感谢回馈我们所有的社区朋友们，有一系列的这个好的折扣送给大家，是不是？对的，我们这一次呢是真的是卯足了劲，而且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名牌厂商哈，大家都是全力以赴，40年真的不容易，我们给你厂商直销价，所以好多的特价商品真的是便宜到没底。然后呢，就是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同时呢推出呢大抽奖，这一次抽奖的卡是真的很大哦，全部厂商的赞助那个产品，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5000元。哇，告诉大家哈，欢迎您来，您不需要购物，只要来皇都看着我们，跟着我们分享我们成长的喜悦，您就可以拿到一张抽奖券。那当然呢，如果说您购物的话，每50元多一张，买得多中奖的机会就越大。超级赞的啊！不过说实在的，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搬离了我们洛杉矶啊，可能到 San Diego， 可能到旧金山，可能到外州去了。其实 anytime 回到皇都很亲切，就像回娘家一样嘛。他们常常来看我们的，我们的客户真的，而且呢，有时候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单喽，小小的、小点心来送我们。我们在这么多年，因为40年，很少有公司可以做到这么长长久久这么稳定，而且到现在口碑都非常赞。我刚好发现绝大部分你在卖场上所有的客户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回来，都是说服务一级棒。对，我觉得呢，在商诚信是最重要的。好，您只要说维持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客户对你的一个信任度，自然他会成为你的忠实的粉丝。而且呢，当然商品的选择性也蛮重要的，因为 Julie 最喜欢去研究一些新东西，每一次我就要找新商品，所以说他们总觉得有的时候，甚至以前我都常常讲说，留学生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哎，你知道吗，皇都就是我们的梦想哎。他说我们真的是找到一个新工作的时候，除了努力工作以外，周末都要到皇都去摸一摸他的电饭锅啊 ，H 电饭锅、一些新东西，然后就想着，这就是我下一个努力的目标，我要把这一台大荧幕电视机带回家。
真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常常都会做这个岁末抽奖，有没有？他们每次都来皇都电器挑各式各样的这个礼品，然后大家在感恩节的时候看到就已经开始要努力，要赶快冲。所以如果他们是一个大型的公司行号，想要来皇都电器大量的采购他们的员工抽奖品也好，或者是感恩礼也好，是不是大量购买？是，我们都有特别的优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贩的部门会去跟您做一个互动，只要是您是团体啊、工商啊，要去抽奖也好，或者是说是送礼也好，我们都有再特别的一个优惠价给您。我发现因为你们的服务人员各式各样语言都会，刚刚有讲韩国话的，讲广东话的，台语嘛也通，就是各式各样的语言，我知道还有这个越南华侨在哦，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就是你进来的时候按照各种的风土习惯，你们都可以给我们推荐说好用的商品，还或者是亚洲很有名的品牌，你都有代理，而且把它规整好。对，是的，其实皇真的是皇都这四十一年以来，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是最大规模的，不是只是华人，是亚裔的电器，大小电器、家具、床垫、按摩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路。其实说实在的，我在这个二十年前第一个家里装的 karaoke 就是在你们家买的，那时候还觉得哦超划算，而且现在还能唱。我刚刚跟你的这个你的粉丝来炫耀，就他居然说他只花了19块，用了一个买了一个热水瓶用40年，对对，用了。是，我还有一个客人也是很好玩，他说哎，就是你知道吗？有一次在你们 Monty Park 你在特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电暖器，这个是一个大银行的一个 CEO，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刚好他坐在我旁边，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讲，你知道吗？我买了一个，第二天我赶快再买一个，而这两个电暖器现在已经用了30多年，还在用。所以有人这样听到了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前进的动力。是是是。因为其实华人的习惯不是一般的这个美国商场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还包括现在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是网络上买觉得很方便，这样按一按就跑来，可是买了以后不好用，还要再退回去。便宜好用还要用的久呀！ Yeah. 来皇都电器的话，每一种东西你都是让大家摸得到、看得到。如果是床垫、按摩椅，每一张我都可以好好试嘛，是不是？是的，尤其是床垫，一定要来躺一下，因为优良的这个睡眠品质绝对能够带给你第二天整天的活力。所以不管是我们家里的阿公阿嬷，又或者是现在流行的就是夫妻，有些老公那种睡觉很大声的，然后想要有这个角度软度都不一样的，这里都可以做的。真的，说到这个小米，我们最新的产品是电动床架，要来看一下。尤其呢，如果家里有英法族的老朋友朋友的话，你有了一个电动的床架，它现在特价499元，真的是 very affordable， 可是带给你的方便性是无限的，尤其您晚上要起来起身啊，去浴室啊，去做什么的时候呢，你都不会再想说，哎呀，我要麻烦人家，有时候憋的尿不舒服，所以这个电动床架非常的棒。那如果您是手机族，想想看，如果您躺在床上想要玩手机，哇，一下可以坐起来打打手机，这个头肩颈都可以照顾得很好，欢迎来试用一下。我上次来那个按摩椅，我试了好几台以后，我喜欢的不一定是最贵的耶，每个人爱的不一样，这都一定要做的。对，我记得小米上次选的那台好像是我们3999，我其实是忘记，但是好好用，绝对已经赚回来，因为天天按，那这个就是觉得这个 CP 值好高。对，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有了按摩椅，其实呢，我每天下班的时候最想的，想要回家最想的就是它，按摩椅。而且我刚刚看到你连按这个脚的机器也出了好几台非常有名 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试的话，都能够做尝试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好用好用的这种家用品，很多人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都想要家里能够补充，是不是可以趁着40周年庆，我们趁机来跟 Julie 来拿一个好价格？当然可以啦，所以我刚刚有讲过，这一次厂商的支持呢，因为是40周年也是不容易，力度非常的大，所有的商品几乎全部都是厂商的直销价，所以说也您都可以任何上网去搜寻，绝对是最好的价格。同时除了这个以外呢，您还有机会呢，我们的第一特奖是一台按摩椅，第一特奖按摩椅，第二特奖也是 Samsung 的法式冰箱，所以说不但您是市场最低价买到呢您最好用最新水的商品以外呢，同时还有机会呢抽大奖。
你刚刚讲到冰箱，我就一直很想要让家里的冰箱是可以透视的，因为我小孩一直开一直开，我自己也想说偶尔想要检查一下到底吃什么，所以一开就花了很多电，来来回回好几次。但现在是不是有透视，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会告诉我？其实呢，小米，这个不但呢是花这个电费哈，这样因为你一开嘛，热气一进去，压缩机要启动，可是呢，同时的话，冰箱也比较容易坏，寿命会比较短，因为你一直在折腾它。好，所以说现在最新的话呢，在冰箱的这个门外呢，像 Samsung 就有一款 Family Hub 的哈，它是有这个荧幕窗这么大的一个荧幕窗哈，所以你从外面就可以整个看，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跟您的手机连线， oh. 有的时候你到了超市，哎，忘了检查一下，对对对还有缺什么东西，它那个照相机照一下每个角落。哦，对了，Gallon 的 milk 没有了，哦，还有一个这个 soy sauce 也需要再加强再买，对对对，所以你可以很好，真的跟你的生活都连接在一起，非常好用。所以我不用打电话回去问说有什么要买的，我就是看荧幕，很方便就可以找得到。来皇都买智能家电 ，Enjoy 你的智能家居。你会教我们使用吗？当然了，就算我们有些阿公阿妈，他可能英文不够流利，你就帮我们解说一下，我自己在家也可以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喜欢来皇都，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厂商现在有很多的促销活动，很多的 rebate 可以申请，不管是节能退款也好，厂商退款也好，还有呢，我们皇都也在给退款，这三种退款的加力度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让您半价不到，您就买名牌，那您到很多卖场去，他们 sales 没有那个耐心去跟你 go over 这一些，只有我们的皇都的销售人员真的是最有爱心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你的荷包看好，帮您省更多的钱，绝对替您呢申请到最多的这个退款的钱。哇，真的很棒！很多人都讲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其实我觉得皇都电器最棒的一个大亮点是每一个服务人员怎么都跟 Julie 姐一样，就是那种满满的人情味。这是因为你有要求大家的服务态度或者专业程度要一定到这个标准才能来工作，是不是？当然公司有一定的标准，可是呢，我也是很感谢我所有的员工，而且呢，亲亲切切的服务我们所有的客户。有哎，这个不管你是讲哪种语言的，来到皇都电器，他用你熟悉的语言来跟你讲解。而且我知道很多人这个买了房子，盖了房子以后不知道应该怎么装潢，皇都电器没在怕的，全部帮你一手抓规划好。我们的家装设计也是相当的不错哈，你看到好多的这个 kitchen cabinets 啦，甚至于说是防水的木地板，现在也很流行哈。所以在皇都呢，我们全部呢都有展示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说，您可以现场的体验，现场的感觉。哎，这个东西整个装下来以后，到了你家会个什么样？不会去 surprise 哈，这一点呢，您可以放心，我们皇都电器真的是做到一站服务。加州州政府现在给我们每一个家庭40,000块钱的补助来盖 ADU， 但你又不能盖得太大，但也不能太小，一定要盖得刚刚好。这个时候是不是皇都电器可以帮我们推荐 ADU 该用什么小型或大型的这个家电？讲到 ADU， 找皇都错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涵盖的范围最广，一个 ADU 所需要的所有的商品几乎呢，除了是 builder 建商以外，你看从厨房它需要的电器，不管是冰箱、炉头、洗碗机、抽油烟机，还有呢，可能你需要一套非常这个耐用、耐操，而且呢又不贵的沙发，我们都有。哦，包括床架、床垫哈，所以说你来一趟皇都的话，一切搞定。其实真的是我们的特范部很强，我们有很多 apartment 的 owner， 很多 ADU 的，他们呢甚至跟我们 sales 真的熟到一通电话，服务全来了。有一些甚至于说他还在 management 还在台湾，他就打个电话说：“哎 ，Ken 啊，你帮我一个 ADU 整个帮我搞定一下，这样子好了哈。就是说我的那个钥匙的号码是几号，你直接就进去，然后给我做一个 quotation， 送我一个图来，告诉我价格。他在台湾就可以把它搞定，在美国的 business。哇，那他相信我们，我们非常的专业，对。”哇，那真的很好。所以有些人想要说，我家里多盖了 ADU， 我想要经营 Airbnb， 你自己的 budget， 自己的需求，你喜欢的风格，你要极简还是要豪华，还是要外表豪华，简自由皇都都有。真的太好了，真的真的，其实是皇都电器它的这个满满的这个热忱哦，有爱心，有耐心，有专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 CP 值也可以好好的掌握，尤其在40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们营业时间都是开放给大家进来就可以拿抽奖券，你如果消费再拿再拿再拿。
而且还有买再送哦。你这一波的话，像买我们的这个大家电的话，我们都有送一个大家妈妈的最爱不粘炒锅哦。像您假如说是买我们的这个家具，好，我们有送这个三件组的这个家具。同时呢，现在只要您买大家的最爱，一定要换。如果你家里的床你睡得不好，一定要换一个超硬床垫。Diamond 超硬床垫999元，我们这次真的大卡司，送您价值400元的一套非常漂亮的床架组。全搞定。哎，我觉得这边真的是我们时间不够，但是可以讲的东西真的太多。我上次还买过一个锅子，我每次都在挑战我自己，我每次在挑战厂商。Come on, give me the best deal, so I can impress my customer. 太棒了，有这样子能够为我们争取华人应该知道的最新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电器呢，黄都电器一手抓，全部告诉你哦。别人已经奋斗这么久，就像我们的黄都电器是从上一代人就在做电器，所以你特别熟悉。40周年在洛杉矶。做服务，我们在洛杉矶，在南加州，所有华人的需求 ，Julie 你最懂。谢谢您，40年的努力与坚持，有您才有黄都，黄都电器欢迎您。